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咩嚟噶？精神病院啊！莫里斯，有軍隊嘅，童子軍嚟啫。個坦克車啊！關你咩事啫？定啲嚟啦，趁啲童子軍換緊監，你有五分鐘時間，跟住個地圖啲箭嘴，去到地圖最尾嗰間房，開咗個門鎖，將裏邊嗰人帶出嚟，架撐喺曬度嚇。咁你哋咧？我哋帮你把风啊嘛。哦。五分钟咋，快啲啦！终极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果然够晒台型啊！一个名而已。废话少讲啦，我哋想揾你杀两个人，开个价嚟啊！开个价？我系杀咗好多人，无非都系想揾一个抽赢我嘅人啫。但系最后发现一个都冇。如果有人抽赢我嘅话，我早就出咗嚟啦。边度人揾得住我傻仔？如果你帮我揾到个绝世高手，我免费见一个就杀一个。你有冇？就正正系绝世高手啊！今次可以借你嗰物啊，邪神杀。不过唔知你介唔介意露两手睇下咧？唔系信你唔过啊！我哋大家想学下嘢咁咋？你依班废仔根本冇资格要我出手。樣喎，底橫交拖咁又係窄細啲嘅。你話能夠執翻靚仔少少，應該有前途嘅。乜嘢㗎？你係咪揸流灘啊？絕對冇啊！我發誓照足吩咐去做㗎。啊，火雲邪神，你咪耍兩招俾大家開下眼界咯，冇謂令我難做啊！你黐線，阿伯，呢個咩嚟？沙煲咁大個拳頭啊，見過未啊？唔好俾我出手啦！我掂起上嚟自己都驚啊！係。咁出手啦！点啊？冇嘢啊佢！老头，你很能打是吗？啊？大啲，大啲。
杀人都冇用，从红黑社会。咦，来老枪喎！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火云邪神武功盖世，虎头帮全体同仁向邪神敬礼。